攻读论语圣训第三册第171页。他经过世间的生老病死，差别在哪？差别在物。谈物可不简单，物质是一个心在一个无。我的心很简单，但是要物简单吗？不简单。以前的人千里逢名师，万里求口诀，都还不一定悟。你们现在这么一指点，就真的悟了吗？真的解脱了吗？听前贤说，天榜挂号，地府除名，名是除了。请问升要升到天堂去，这么简单吗？请问心里面的脾气毛病多不多？有带着脾气毛病的仙佛吗？自己的罪过错多吗？多。有没有带着罪过错成佛的佛呢？没有。所以修道就是要脾气毛病改掉，行功立德来消罪业，度化众生就可以成佛了。简单不简单？不简单，简单，可是太没志气了，因为志不在此。有几个人立志成仙做佛的？太少了。世人皆知神仙好，只是名利忘不掉，心好不好修？不好修。处在滚滚红尘，这么迷人，这么诱惑人，要修道，有时候还会带一个念头：人生这么快乐，为什么要修道呢？年轻人都是充满了憧憬，对感情世界的憧憬，对未来的憧憬。